我女儿在中国，听我一窗条你咪考到靓妹哦，啊，子谦喎，系啊，阿娇系拉住做低嘅状元啊，开始执埋夫嚟，好，准备你等下，我点样状元拿上夫啊，你等下哦，唔想见住啊，你同我。 不老，你要干好，弟弟啊！祖妹，你爹哪好么？俺妈没事搞，等下同俺妈讲上去。讲乜鬼哦？哎，祖妹，你咩啊？太跑西跑，先来哦。妈，俺就要不老去厂里上班哦。好嘛，俺到祖妹去厂里上班好么？妈呀，去厂里上班啊？今日都半夜班啦，俺哋一个人俺就要在同俺班的。 到时那两块天少早哦，反正俺叫阿伯一班，阿总你讲阿冲条，睇办不得两双去看下子，睇不冷去唔去哦？点办拍打啵？妈，来去哦，来来上风来扎好住哦。你老太有毛吹噶，你又讲我一冲条上班，不卡很多功夫做，做事阿妈叫哦，哎呀，大哥你哦，你要去就要哦。 Thank you.